下面讲解一下如何将 Pad Scans Oligo 所导出的坐标信息转换成我们的 Normal 文件。首先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参数信息，由每个元器件的一个参数。我们首先把这个参数信息先复制到我这边的 Normal 文件的 Comment 这边来粘贴。我们这里一定要注意 Normal 文件这前面必须要留一空行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将这个封装信息同样的复制到我们这个 Normal 文件这一行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rotation 角度信息复制到我们这边 Normal 文件的角度信息当中。这边是 mid 汉盘中心的一个坐标信息，这边我们找到这个汉盘中心的坐标，找到之后将它复制到 Normal 文件中。好，这边一项是位号信息，同样的将位号信息复制到 Normal 文件中。完成之后我们再检查一下这底下有没有空行漏行的情况，这样之后我们再保存这个 Normal 文件，点是，然后把我们这个 Normal 文件载入转换工具当中，就可以转换出我们的贴